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4级考试。HSK 4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45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一共10个题，每题听一次。例如，我想去办个信用卡，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陪我去一趟银行。他打算下午去银行。现在我很少看电视，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什么节目。只要你打开电视，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浪费我的时间。他喜欢看电视广告。现在开始第一题。一，李经理去哪儿了？他的电话一直占线，去办公室找他，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李经理不在办公室。二，小高，这次会议的安排我打印出来放在你桌子上了，你再检查一遍，没问题就复印了让大家都看看。他让小高写邀请信。三，我和他是在一次活动中认识的，虽然当时没怎么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们进了同一家公司，才慢慢熟悉起来。他俩从小就认识。四，叔叔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篮球，大学时他还多次参加校篮球比赛，尽管现在工作很忙，可到了周末，他仍然会约朋友去打球。叔叔现在还爱打篮球。五，写日记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是烦恼的事还是愉快的事，我都会记下来。日记本就像我的老朋友，生活的酸甜苦辣我都会告诉他。日记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六，这个京剧我一直想看，下星期六是他们在这儿的最后一场演出，中午你记得提醒我去买票，否则我就没有机会看了。他正在排队买票。七，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这是我的邮箱地址，你们记一下。他希望大家给他发短信。8. 生气时，千万不要急着下判断或做决定，因为此时做的决定很可能会让你在冷静时后悔。生气时别急着做决定。9. 那个房子在1层，带个小花园，我挺满意的，但我妻子觉得租金有点贵，我们想再商量一下。妻子觉得房子很便宜。10.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也能上网了，这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比如说，迷路时，只要用手机上网查一下地图，马上就能找到方向。手机上网让生活更方便了。第二部分，一共15个题，每题听一次。例如，该加油了，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有，你放心吧。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现在开始第11题。11. 你早餐想吃什么？我跑完步顺便去买点儿。家里还有牛奶，你买2个面包就行了。女的让男的买什么？12. 师傅，到长江大桥大概还要多久呀？要是路上不堵车，1个小时就能到。男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13. 我能换一下座位吗？我想往前面坐一点儿。对不起，先生，座位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安排的。女的是什么意思？14.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我们和上次那个广告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男的为什么高兴？15.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里只能用现金付款。可我今天只带了银行卡，这附近有取款机吗？女的接下来最可能去做什么？16. 你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好，那你快点儿。刚才超市的广播说，还有15分钟就关门了。女的要去哪儿？17，镜子挂在这儿行不行？有点低，这样照不到全身，再往上一些。根据对话，下列哪个正确？18，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弄得满头大汗？我刚去打网球了，快给我拿条毛巾吧。男的让女的帮忙做什么？19，祝贺你顺利通过了考试。谢谢，以后我就可以自己开车上班了，真是太好了。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20，爸，这箱矿泉水是您一个人搬上来的？不是，正好遇到楼上王教授了，他和我一起抬上来的。谁帮男的搬矿泉水了？21，你好，我想把这些衣服邮寄到外地，你们怎么收费呢？按公斤来，1公斤以内都是15元，然后每超出1公斤加收6块钱。邮寄1公斤衣服需多少钱？22，你怎么这么困呢？昨晚没睡好？是，为了翻译这几篇文章，我一晚上都没睡觉。男的怎么了？23，太热了，你去把窗户关上，咱们开空调吧。你忘了，空调坏了，还没找人来修呢。男的想要做什么？24，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吧？对，我向那位顾客解释了这次不能及时送货的原因，他表示可以理解。根据对话，下列哪个正确？25，你考虑清楚了？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是的，我母亲身体不太好，我决定留下来照顾她。女的为什么要放弃这次机会？第三部分，一共20个题，每题听一次。例如，把这个材料复印5份，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好的，会议是下午3点吗？改了，3点半，推迟了半个小时。好，602会议室没变吧？对，没变。会议几点开始？现在开始第26题。26，你尝了吗？这次蛋糕做得怎么样？很好吃。糖也放得正好，没想到你水平提高了这么多。那当然了，我专门找了这方面的书来学习呢。你太厉害了。女的看了哪方面的书？27，这件衬衫真好看，在哪儿买的？在网上。网上买衣服没法试穿，大小不合适怎么办？没关系，号码不合适的话，店家一般都会同意换的。那还不错。男的担心网上买衣服会怎么样？28，在这儿游泳真舒服。是，不过你刚学会游泳，不要游到那边去。那边水很深吗？对，那边是深水区，有2米多呢，比较危险。男的提醒女的什么？29，明天上午学校有个招聘会，你去不去？我明早有1节课，估计赶不上。招聘会10点开始，你几点下课？9点1课，那我还来得及。关于女的，下列哪个正确？30，暂时先别告诉儿子寒假去海南旅游的事吧。为什么？下个礼拜天是他的生日，那时候再告诉他，不是更好？好主意，到时他知道了，肯定特别开心。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儿子？31，小姐，请留步。怎么了？您走错了，这边是海洋馆的出口，入口在那边。抱歉，我刚才忙着打电话，没看见。女的要去哪儿？32，你的咳嗽不是很严重，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休息。好，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最近不要抽烟，少吃咸的和辣的。好的，谢谢您，大夫。医生建议男的怎么做？33，这张照片在哪儿照的？真漂亮。中山公园，最近天气暖和了，那儿的花儿都开了。中山公园在哪儿？远吗？有点远，但是坐307路公共汽车能直接到。最近天气怎么样？34，哥哥在学习呢，不要去打扰他。那他什么时候能和我玩？等他预习完了，奶奶先陪你做游戏，好不好？好吧。哥哥在做什么？35，你学的可真快。我小时候学过2年的舞，有点基础。这样啊，那你帮我看看我的动作对不对？胳膊再抬高点儿，对，就是这样。女的为什么学得快？第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我看见同事小月走在前面不远处，就想跟她打个招呼。于是我一边快走，一边叫她的名字，可她一直没回头。我只好加快速度，向她跑了过去。等到了他身边，才发现原来我认错人了。36，说话人一开始想和谁打招呼？37，说话人怎么了？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水果减肥法是指通过每天只吃水果而不再吃别的东西来减肥的一种方法。很多较胖的年轻人用这种方法确实瘦了下来，然而这样减肥虽然有一定的效果，却很不健康。研究发现，如果长时间只吃水果，对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38，关于水果减肥法可以知道什么？ 39. 书画人怎么看水果减肥法？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白小姐，看您平时常来理发，我觉得您可以办张年卡，这样以后理发都打85折。而且现在办卡正好赶上我们中秋节的活动，还能送您一份节日大礼包，您考虑一下。40. 办年卡有什么好处？41. 关于书画人可以知道什么？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我们学校对面有条小吃街，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常和同学一起去那儿吃东西。现在毕业都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那里变成什么样子了。这次正好要到上海出差，我打算再去那儿逛逛。42. 小吃街在哪儿？43. 关于书画人，下列哪个正确？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同样的，世界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人。对于老师来说，就是要认识到每个学生在性格、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教育学生时，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方法。44. 这段话用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来说明什么？45. 根据这段话，老师教学时应该怎么做？听力考试现在结束。